它这个展示机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让你看照片，就是看照片的时候可以显示不出这个区域，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你拍照。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先。其实如果你要是仔细看的话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一个显示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可以看到吗？这地方它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，让透光量更多一些，让皮下摄像头能拍到更好的这个照片。如果你离远看的话，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，但是离近了看还是能看着一个小区域，一个小的刘海的区域，在这个位置摆下了摄像头。然后我们来拍一张照片试一下，应该是拍照片的效果。现在拍的这个就有点雾蒙了，感觉上面蒙了一个磨砂玻璃的感觉啊，这种感觉拍照片。现在拍出来以后可以拍一张试一下。现在这个效果是没有进行算法处理的这个效果。刚才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他们说后续的算法的部分会在后面进行优化，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，拍出来就是什么样子，大概就是这个效果，还有比较大的优化空间。现在这个效果可能不太。